我在网上了解到，现在最年长的圈养大熊猫有38岁，而野外大熊猫普遍在20岁左右。请问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？比较两者的差异，主要是因为，圈养大熊猫能够得到人类的悉心照料，获得更为丰盛的食物，获得更为优质的医疗条件。而在野外的大熊猫，除了要就是面临食物的竞争，恶劣的环境，还有就是疾病的困扰。